伫咧台湾大学嘅大门口边啊，有一间卖真济甲台湾相关嘅册嘅册店，或者台湾嘅店。这间店开了30年啊，所以因为这个厝头隔壁起厝税，这册店可能就要刷位。真济老主顾听到这个消息，嘛赶紧走来买册，要来倒收听。你感觉真遗憾啊，啊，真唔甘啊！29栋嘅这个店吼。甲物件搬上台车，豆豆收库存，因为厝头家要甲厝收转去，台湾一店面临搬厝的运命，头家真唔惯。本土的这个文化，弱势者的文化，并还袂完全伫互社会安尼吼，含人平起平坐啊，对吧吼？啊，尤其是讲，啊，无第二间即款的，像我遮丰富的这个台湾本土的册店。所以伫即款情形下，我来关起，等于讲我的期待吼，29栋来说落空去对吧？吼。册架顶拢是有关台湾文学历史的册，阁有台基文相关、歌戏、布袋戏等等。头家讲，伊1993年就伫遮开店，希望保存台湾的文化。后来嘛，结合真济社会运动、甲抗争活动，像台湾特色的衫、甲帽仔，拢是遮的分店。啊，这一个，敢若讲历史的一个地点，伫这个所在啊，对无？啊，恁这台语即卖册真少，这像我来就看了两本册，足宝贵的，啊，所以进来甲看卖啊。头家讲，最近因为关店的风声，店内业绩变好，嘛有真侪人敲电话来关心。目前有甲厝头家争取开到5月，嘛等来找找适合的地点，希望过去的心血，莫安尼就来结束。记者林阿文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